谢谢您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欢迎，这是五号的参赛者，来自屏东县的陈碧月女士所带来的歌曲《为虾米》，掌声欢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
三门代志，全部代念阮是祖先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天博女主决赛第六位，同时最后一位参赛者，这是来自台南市 A 区的陈凤满女士所带来的《初恋女》，欢迎评审老师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，同时也请男女对仗处准备。
谢陈凤满女士所带来的歌曲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进行的是男女对唱组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请一号屏东县的简正宗还有李玉珠呢，两位要带来的是《喇结会》这一首歌曲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二号跟三号选手到后台准备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天地之间，如果你我无相会，我这条命是空白。这爱之间，如果无你的心肝，我这颗心是冷。失去你一只在今世，你的手若无牵做伙，世间路是满天霜雪。你的人若无牵做伙，伊的夜梦是单枝架。变成垃圾花，烧尽自己，惦着你的生生世世。Yeah, oh, I'm
我愿意为你变成目睭花，烧尽自己念旧你的人生世事。的选手屏东县简正宗跟李玉珠哦，两位，还有接下来是二号高雄市 A 区的林雅雄，还有车丽娟，要带来是爱丽的集合，来，我们欢迎二号选手。那么也请四号、五号到后台准备，谢谢。将心寄予你。